对水鹿茸达16公斤，破最重鹿茸纪录。台南永康这一堆鹿茸看起来好壮观，饲主拿着都觉得吃力，小心翼翼地放上磅秤，到底有没有突破纪录呢？今天这一只鹿的话，居下来成绩是445.4哦，它破了我们全国水鹿的一个纪录。这只5岁的水鹿也没吃什么特别食物，但天赋异禀的它去年就拿全国第一，今年一举突破南投高悬7年的纪录。而且鹿茸有养生等效用，一两价格就高达1000元，所以它今年就帮饲主赚了快45万元。放下你们讲那个蛋糕，拢大家夹袂夹？哎呀，都过年头卡，哎呀，有块都捡屁啊！哎，等等，鹿茸怎么会长在鹿的头上？它不是这样教我的啊！叫做鹿茸，鹿的耳朵的里面的那个绒毛，鹿的耳朵的里面的那个绒毛。